朋友们，这节课咱们来学习粥这偏方的写法。就这个，这部分不要写的太宽，这篇是个竖篇。横折钩啊，这些竖是往里有弧度的。这些横和它连接不连接都没事啊，六口也没事啊，连接上也没事。钩不要写的太长。这横啊，就相当于一个长提啊，长提。这两点啊，是先写的，我一般都是先写的这一横，以后再写这两点啊，其他的就不知道怎么写了哈。因为有这两点和这一横也是有争议的一个笔顺，我再写一遍。中。再写几个，励志。传承。行，等等啊，带有周字旁的一些字。好，朋友们，周字旁这个偏旁，今天讲到这里，咱们下节课再见。